vivo X20 Plus UD 10日亮相，全球首款屏下指纹识别手机。拉斯维加斯 CES 2018大战开幕前夕， vivo 官方宣布1月10日解锁未来。从预热的海报配图来看，届时 vivo 将推出全球首款屏下指纹识别手机。随着全面屏的到来，由于正面指纹识别已经不再适用了，苹果 iPhone X 直接取消了 Touch ID 的指纹识别，采用了全新的 Face ID 面部识别而取代。安卓手机多数妥协，回归到背后指纹识别设计，但从用户的理论体验上来说，屏下指纹才是全面屏的最佳搭档，无论是美感还是实用性，目前都是完美的方案。今日我们从工信部入网许可网站获悉，一款型号为 vivo X20 Plus UD 的新机已经通过了入网许可。事实上，前不久该机已经现身中国质量认证中心，通过了 3C 认证。当时我们就猜测，这可能是 vivo 即将发布的屏下指纹新机了。